这三伯离开宿舍了后，原心意则将这张家书提予英台看。话讲，当英台看了批信内容以后，哎呀，伊的面啊连东西一个青，迄鬼两个人，迄是甲硬硬阁袂叮当。这张批信就好像是一盆冻鱼鱼的清水，伫咧十二个天对着英台的头壳顶。安尼无张无地的给破落去，应该是这信中内面讲着，因老母正伫咧破病，而且是病甲真严重。若是唔倒去，这一情一理绝对是讲袂得去。啊，若是要倒去，伊的学业就无法度通来完成。更加重要的，更加予伊挂下袂得的是，伫咧应该的心内面。早就已经去爱着这个品学兼优的结拜大兄刘三伯，但是英台又搁想要离开祝家时阵，因老爸祝公法啦，迄个是有言在先，这些人唔赶紧倒去，迄无安定，真正是记袂着因老母的最后一面。哎，这是要叫英台怎样办才是？